四个被告由囚车押送去屯门法院听取判刑。所以总之你用你的身体无论哪部分呢，你如果你是、向对方撞过去这样，其实呢就是一个袭击力的，就没有计算什么性别，也没有计算身体哪部分。这单就是有个性别的问题，譬如你说是一个男人， 你去、用个心口很大力地撞埋去另一个 女士那里，或者另一个男人那里，那可能呢就容易一点即接受了、哦、你都是你真的撞人是吧，你不问人撞人，那你即是特别啦。我今次呢他是女士，但其实从法律的角度呢就没有分男和女的。